大家好，本期给大家带来联赛上分系列啊。我现在分已经达到2300多分了，不过离王者还是有点远啊。我抽空就打一打吧。其实这个主要还是必须要坚持一直打，不打就会掉下来啊。那么这个图是城市巷战，我们之前也是研究过了，这个图是要打一个迂回战术啊。什么叫迂回战术呢？就是你要来回走啊，这个图要来回走。嗯，好，他们在家里吗？这个家伙被我打死两次了吧？都抱抱吧，吓我一跳！我靠，别害我啊！我还两滴血，一个雷就死了。啊，我以为死前能收一个人头的。哇，这个打的好凶啊，都冲下来了。这个图要打迂回战术，就是利用这些穿梭啊，在这些缝隙之间穿梭。哎呦，水球炮啊，好非主流的武器啊。直接开扫扫过去就好了，好，直接开扫扫过去，拉过来扫。哦，最近扫射比较水，不过还行啊。像这种近距离的扫射比较吃香啊，远距离的话点射会好一些。把他给放跑了啊，把他给放跑了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从上面再往下打哈，从上面过来，看到一个哥们站在箱子上，作死啊小伙，哎。他打他90多滴血，好，啊，打团战基本就是考验你的这个下意识了啊，下意识，像这种近距离的，哎，上面有个人，哎呀，到处都是人啊，被雪球炮给崩死了，奇耻大辱，哎，奇耻大辱，忍不了了，拿雪球炮崩我，我靠，这个也是一个压枪压的比较准的，他还在这里啊。他有可能不在这里了，我们要找一找他。啊，他果然不在这里了。这个图就是比较蛋疼，就是在于他这个，哎，你看，哎呀，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比较蛋疼啊！你最好让他来找你，不要你去找他，不然你就太被动了。啊，这个图比较恶心，反正。别跑，小比伯。啊，还想跑？这个地方是可以穿的啊。他在那画鸡吗？穿不死他吗？哎，穿不了吗？我记得这是可以穿的，很奇怪。哇，最近水的好厉害啊，都躲脑袋扫了还没扫死，现在不是第一名，不像话。好，第一了。哇，还有4发子弹，我在掉血。哦，装炼狱了吗？啊，这个图用炼狱其实挺过瘾的啊。好，我们一路突突过去啊，让他们见证一下什么叫做火力。小比伯在家挂机吗？嗯，这个狙啊。啊，炼狱的话，你只要把弹道压在这个什么线上，爆头线上，往前开就好了，就跟坦克一样往前开就好了，只要。哎，有点水。一般情况下，我没装副武器啊，我这个包没装副武器。一般一见面就直接秒了，你看像这样的啊，压爆头线怎么样？强不强？哇，这怎么老是从屁股后面来人啊？这是从哪过来的？是走暗道的吗？这有点卡呀。有点卡，对，有点卡，没事，有点卡不影响。因为阿春这么的菜，这是钻石段位也能打。我操，还有，我看到了。嗯，暴露位置了。我靠，好，五杀是比较简单的，十杀比较难。哎呦，啊，这一个雷就炸死了。ACE 还比较稳的，这可是钻二啊，这。钻二都打得这么吃力了，我估计上王者是够呛了呀。想当年我打钻石都是，哎，看错了，想当年打钻石都是不带死的啊，一口气杀下来的。现在毕竟是枪法大不如以前了，那个打钻二竟然还这个死了10次啊，奇耻大辱啊！啊，死了10次。一般来讲，这个如果能把你的 KD 比控制在，把这个。
死亡数控制在个位数，你的这个加分加的会比较多，因为 KD 比较高嘛。上面有人，啊，上面有人，人呢？啊，冲吧！这些人在干家干啥的？哎呀，好水啊，好水啊！最近这个扫射比较水，小逼迫在暗道里乐吼啥呢？乐吼！打联赛的时候，他就尽量不要装闪了，装个雷比较好。你要打爆破的话，装个闪比较好。没打死，卡了吧？哎，站着不动呢，还、哎。哇，有点卡呀，这个。没事啊，没事，卡也能打。啊，有人说，这个联赛上位系列能不能更一些团队枪王啊？不是那个枪王之王，或者是爆破，可以考虑啊，可以考虑。好了，那这一局打完，我们再进行下一场。哎，第一名啊，32-20-34-12。好，我们第二场来到了战神殿。哇，这个图不大常见啊，这是新的一个图啊，新加入联赛的图。这个图比较有意思。我俩这地图从来没赢过。啊，我舍友打这个图从来没赢过，我靠，可以。哇，什么枪啊这是？我有点晕，我得找找。冲暗道，我冲中间的。好。哎，有点卡了，我感觉啊。走中间那个小门，走这个小门。这个地方人还是比较多的。好，这边可以直导黄龙啊，直接过来，然后我们可以躲在这个门后面。哎，水了水了水了。嗯，这个图最有意思的就中间这个门啊，我每次都喜欢走这里，这里很好玩的。有人在后面追我，这个图打起来比较晕。哇，这队友都八连杀了，我靠，你也太强了吧，太牛逼了吧。啊，我这 ACE， 哎，来外卖了，快去拿，快。是那你自己接一下吧。是不是外卖？应该是外卖。6392。喂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家里有挂机的，你去拿吧，在楼下反正。好啊，外卖来了。现在沦落到吃外卖了，嗯，这个生活过的，外卖毕竟还是比较方便的，是吧？好，还有发现最近扫射太水了，我还是尽量点射吧。哇，这一旦只要一开扫，基本就打不到人。啊，好乱啊，这个图。哎，哎，又摁错键了啊。哇，这打的，这打懵了都。这个图有点绕啊。好，还是去中间这个小屋子里吧，感觉小屋子里比较好打一些。这个地方，尤其是这个地方，直接通往敌人老窝。哎，看没有，看没有？哎，嘿嘿，嗯，两个没看到我的啊，躲在门后面还是非常赖的。哎呀，你看我这扫射最近水的，水到不行了都，那、啊、实在是太水了。RPK 扫射啊，好吧。哇靠，这全都是在这个地方堵着脑袋扫，啊，就第三名了。这一局难办啊，这一局搞的，竟然是个喷涂，吓我一跳。走，去小屋子里逛一逛，有意外的惊喜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啊，躲着门穿就好了。哇，好吧，他也会回穿呢。这一局竟然没有拿到 ACE 啊，差四个人头，说追也比较好追。
哇，这些人打的也是挺准的，反应也比较快。阿春，你被第二打了？我第三名，耻辱！哇，打个钻二竟然才第三名！你还发不发了？发呀！哇靠！这个图这么蛋疼！说实话，这个图我都没玩过几次。这个图就很蛋疼，要不然我打这个图老输。哇，你是技术不行，我跟你不一样，咱俩能比吗？技术不行，咱俩能比吗？你也是技术不行，要不然你能第三？哇操！躲在这个旮旯里，哇操！追着打，我也追着你打。好，没有人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回去啊，没有人我们就回去，我觉得会收获颇多呀。好，我们躲在这箱子后面。啊，这个图太猥琐了，实在是。不，没有人，你应该正好上去，然后躲在那个后面，他们活一个，你等那个时间到，你把那个打。他们有无敌啊。等一会儿嘛。哇，这打乱七八糟，我都不知道他们人在哪了，现在。哇哈，后背这家伙蹲在这里，一枪没打到他，给弄死了。这扫射水的一逼啊，这家伙不知道谁在打他。啊，死前还带走一个。好，第二了啊，竟然第二了。第二名跟第一名差了三个人头，不过他死了好很多。